我们都心知肚明啊。双十协定虽然是签了，表面上也是风平浪静，其实有很多问题在重庆谈判会上是悬而未决。是啊，政治民主化、党派合法化、军队国家化，还有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、监委受降，这么多问题，一共也就几条达成协议了。你看啊，共党兜里有苏联在东北剿共，日军的军火、枪炮、子弹，国军背后有美国人撑腰，所有这些都说明内战这个世界问题，我们也要为自己积少不上算。这还是目光短浅啊，以前总以为警局不必帮民军，我和王处长只需各司其职啊。王处长早就深谙此道，这次要送他可真是没少花心思，我在这儿等他的消息，说不定就会有什么意外的惊喜。一定会，一定会。好奇是肯定的，但分寸不敢忘。我还是跟您在这儿一块等他的好消息吧。线索都没有吗？一点都没有，我什么线索都没发现，那就别瞎打听了啊！是，处长，您我先走。